妈咪展每年大小场超过三场，10月7号是年度最大场，集结了1000家品牌参展，展场有各式活动促销商品，但业绩最惊人的是月子餐，短短4天可以做 1.2 亿元，可说是展场金鸡母。母婴相关商品商机也很大，一年高达2000亿元，业者纷纷在孕妈咪展推出新品抢势。来看看今年新品有哪些。首先引进的这款偶偶捆摇摇长颈鹿，架在各品牌的摇椅上，长颈鹿的脖子会自动伸缩帮你摇婴儿，妈妈可以趁机偷闲。宝可梦正红，明月送礼怎能错过它，由卡比兽、宝贝球等组成的尿布蛋糕塔是现在最红的蜜月礼。从芬兰红到台湾的婴儿床纸箱今年超红，妈妈味皮妈妈手册免费换到没货。展场新推出 MIT 版本含床垫的婴儿床纸箱，婴儿在箱子里很有安全感，长大了还可以当收纳箱，好方便。养成孩子良好的用餐习惯要从小开始，今年新推出这款超轻型的携带式餐椅，不管外出到哪，宝贝都有专属的安全餐椅。除了新品之外，展场更重要的是捡便宜，这款英式轻休旅婴儿推车可以双向调整，配色优雅，展场首度推出7折促销。这款跳跳蛙音乐互动学习桌更下杀3.4折，只要婴儿开始会爬行就会玩了，你看宝宝这么认真在玩，是不是超可爱？东新闻报道。